叮咛本师释迦牟尼佛，叮咛文殊智慧勇士，叮咛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悲切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所最缘，皆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四万有训，是四万有训，那个地方呢还没有查的。我昨天查了一下，这个类推的话呢，就是恐怕有点困难。昨天这个居士论大数没有看，就是其他的有几个讲义的看了，但是藏文当中确实是14万，就是所以这个类推的话呢，就是有一点点困难，我就是到时候再去这个找一下。希望你们那个就是讲的时候和学的时候呢，就是也应该这个认真的去看。我们这个现在呢，就是讲这个居士论当中，这个中共有八品，就是现在是讲这个第三品当中啊，就是第三品当中，第三品里面呢，就是讲这个七世界和有情世界的这个量啊，就是现在我们住的这个七世界是怎么样的，然后有情世界呢，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圣量，就是这些都已经讲了。那么有情世界的圣量当中，先说那个他的宿命的量当中呢，三趣的这个上面的这个人道和这个天道和阿修罗，就是应该就是三趣。但三趣当中呢，就是昨天前面就是我们这是人间和色界和色界的这个天人和欲界的这个天人，他们的这个岁数啊，他们的这个数量呢，就是已经降了。那么今天开始呢，因为这些道理呢，我觉得是比较这个简单，就是希望你们自己这个看一下，就也不是那么这个难懂，就是大家应该知道。那么今天开始呢，就是讲这个恶趣众生的这个宿命的量，就是这个呢也是这个大圆满前行引导文当中也是比较广的，尤其是大圆满信心修习大书里面呢，无垢光尊者引用了很多的这个校正，就是也讲的比较这个细致。佛或地狱当六月，日间等同于天数，于天数十古必定之数量也与于天量相同，就是他这里这个我们这个就是所描述的地狱当中的话呢，就是有八大地，就是16个地狱，16个地狱当中呢，就是有旱这个地狱和热地狱，热地狱呢就是有八种，就是热地狱八种的话呢，前面这个伏火地狱当这个前面的六个地狱呢，就是他们的这种日数呢，就是日间的是可以等同于于天的这个数量，于天呢并不是完全这个相同的，比如说伏火地狱的这个所有的日数呢，就是与那个什么这个伏火地狱跟那个四大天王的这个时间呢完全这个相同的话呢，当然这个不是就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呢就是也这个按照他们的这个计算的话呢，就是也这个有事实这个相同的部分，就是他这样来核算的。所以这个算法呢，你们如果有不太懂的话呢，就是看大圆满信息修习大书或者是前行当中的话都比较这个清楚的。那么前面的六个地狱的时间呢，就是与这个于天这个相同，于天的十古，所以呢就是他们的这个时间呢，就是与这个于天呢，就是也是相同的。极热地狱半劫中，无间地狱一总结，就是那么这个八个热地狱当中的话呢，就是前面六地狱是六于天这个相同的。相同的这个地方呢还是有一点这个差别的，就是所谓完全不是这个对应的，但这个你们就是自己对一下就可以。然后这个第七个地狱，就是热地狱的是半个劫，就是他的这个宿命的量是半劫，无间地狱呢就是一个终结，就是一个终结啊。旁生最长一总劫，恶鬼日月500年，就是那么旁生呢就是最长的是一个总劫，恶鬼的话呢就是他是那个就是自己总的来数的话，那就是500年啊，就是500年，就是我们一般的这个日晷的这种恶晷，它这里诵词当中不是很明显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一个月呢，就是他们的一日，就是以这样来这个算的。然后下面讲旱地月的痛苦，旱地月的数量呢，芝麻七种每百年，去除一粒之穷尽，就是以前这个英国曼嘎达，就是曼嘎达也可以摩羯国，就是摩羯国呢，现在印度中部的一个国家，就是以前。是这个印度呢，就是有很多小个国家组成的。那么当时的一个器皿呢，就是有一个叫做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器皿当中，就是装什么呢？就是装这个很多的芝麻，就一百年当中就是去一颗，就去一粒，去一粒。这样的话呢，就是把所有的这个器皿当中的这个全部去完的时候呢，就是这就是这个聚宝地狱的这个数量。然后其他的这个还有七个地狱呢，就是也是这个用20倍来这个算的，就是这个呢，我们这个以前其他的里面也讲了。
但是具体是怎么样呢？就是这个算的时候也是非常这个困难的，因为有些这个佛经上的东西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分别念有些是可以分别念这个预算的，有些呢就是分别念也是无法预算的，只不过是用这个这些比喻来这个说明就是这个问题的。因此呢，就是这个真正要具体的要大概有这个器里面就是装多少斤，就是多少公斤，然后呢有多少吨啊，这样来算的话呢，好像到目前为止很多这个佛经和论典的书里面呢也没有这个算出来，就是他那个摩揭国的这个就是那个器具吧，就是他那个器具里面大概是装多少个芝麻，就是那么这个有多少粒啊，就是或者是有多少斤有多少吨的话呢，这个是可能到目前为止很多都是没有这个预算出来，就是所以大概的话呢，那这个是可以说是是无法想象的一个数量，就是应该有这样来比喻的。饮料之复活地狱等如这是地狱的数量，一日一次于四大天王等如录于天的这个数量是相当的，就是他这些里面就是跟有点点就是字句上有点点不相通，就是尤其可能不太通顺的有一些，但是现在呢就是还是也重新对着这个藏文就是在改，因为那天最后这个一品的后面部分吧，后面部分呢刚要马上那个出数，就是所以后面这个校对的地方呢就是有些地方有一点点这个出入，但是这个是初稿，就是也不是那个最后的定稿，就是所以我们这个下一次真正的那个这个真正的那个数出来的时候呢，就是应该像这个现在变这样校对的话呢还是这个挺好的。现在我们这个戒律啊，就是那天三戒律呢，就这些的话呢后面也这个基本上变这样变校对，就是现在已经这个就过年天就可以给大家吧，就是现在已经这个出来了，就这样的话呢应该算是比较可靠的了。现在是这个初稿，意思就是说那个这个六个这个复活地狱当这个什么这个六地狱吧，就是前面的六个热地狱的这种数年呢，就是按这个次第来四大天王的这个数年，就是也这个基本上是这个相同的，即四大天王自数五百年，即相当于是复活地狱的一日，就是它怎么相同呢，并不是说完全就是我们的这个一天是他们的一天，不是从这方面来这个相同的，但是我们的这种这个对比方法和他们的这种对比方法呢，有些地方是有相同点，就是比如说他们的这个五百年呢，就是他们的这个五百年呢，就是相当于是复活地狱的意志，用这方面来相同的。因此，复活地狱的终身自己数这个自己数呢，就是达到五百年，就是复活地狱是。以此复活地狱，复活地狱等这些地狱终身的数量与六欲界天数基本相同。但我看那个藏文当中他意思就是应该有这样的，就是因为是就相对应而这个相同吧，就是对应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有些地方相同的，并不是完全这个相同的，这个大家我们应该清楚。你们如果不太那个这里面的有些词呢，因为藏文当中的他的那个宋词和降音呢就是比较略，就是可以算是比较略的。如果这个有些地方不太懂的话呢，希望你们翻开那个大圆满前行引导文的那个就是里面的这个它的对应方法呢，就是讲的比较细致。热地狱中的这个数量半截中，无间地狱呢就是长达那个一中节就无间地狱呢，一般这个我们先宗当中就按照俱舍论的观点呢，所有的地狱当中最痛苦的就是这个无间地狱。那么无间地狱的这个时间呢也是到达一中节，一中节是多少呢，就是下面明后天还要在下面讲那个中节啊大节啊就是半节啊，就是这些节的这个数目呢下面还在这个有叙述的。然后所以这个无间地狱呢就是一般来讲这个无间地狱是这个时间是这个最长的，但是呢只是这个从最长的时间来讲的。当然这个堕入无间地狱的是不是所有的众生呢都是要住班劫呢也不一定，一中劫呢也不一定的。有些这个众生的话呢他是这个堕入无间地狱的时候很快的时间当中也有这个解脱的，就是只是那个比如说我们那个金光庄严论里面呢就是也是这样吧，比如说人间这个发菩提心的心善的这些人的话呢，就是他就是会这个有些他造了无我见罪啊，就是他造了这个罪业的话呢会堕入这个无间地狱，但是堕入无间地狱以后呢他的时间是这个断的，就是这个金光庄严论里面就是一方面就是他在这个地狱里面的这个痛苦也很少的，就是然而这个时间也很短的。还有呢就是也有可能呢就是在这个地狱当中也是发菩提心利益众生的比如说以前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引底的时候这个迦巴结达，就是迦巴结达
呢，就是他在那边就是纳马车的时候呢，就是他对自己的这个朋友就是生起背信和生起这个就是慈悲心，就是后来呢，就是马上就是从这个地狱的痛苦当中获得解脱啊，就是所以呢，按照那个弥勒菩萨的金光庄严论的观点来讲的话呢，那么这个造无间罪的人也是，如果这个心慈善法就是心慈善法的话呢，那么堕地狱的时间也短，苦也少，就是而且呢，就是。这一点是不单是这个大乘这个这样承认的，而且这个小乘当中吧，就是小乘当中，也是这样承认的，就是毗拉耶经当中是有威胜阎王的这个故事，还有呢就是有大什么这个大天比丘的故事，大天比丘和威胜阎王的话呢，他们虽然这个造了无间罪，但是因为他们呢就是在人间的时候心慈善法，最后呢就是堕入无间地狱的时间是非常这个暂短的，就像是一个贪球呢就是在这个地上马上这个弹起来了一样的，就是一瞬间就得到这个解脱，就是也有这样的。所以我们这个人间的时候呢，就是心慈善法是非常重要的，忏悔啊，心慈善法子，有些人认为是我现在这个业力非常非常的慎重，我造了不可胜数的业，所以我现在肯定是这个无可救药，就是肯定是会堕入地狱，但不能这样这个失去信心，就是一定要这个在自己的这个有生之年当中呢，就是好好的这个心慈善法，如果心慈善法的话呢，你造的罪业再多也的话，那么这个也许可能会是堕入地狱，但堕入地狱的话呢，这个时间会断的，苦也这个减少，就亏也减少，而且呢就很有可能，尤其是我们现在呢在这个人间的时候，这个自己的心的相续当中真正是有了这个菩提心的话呢，那么到时候呢就是也许你转入到这个旁生当中的话呢，对旁边的这个旁生呢升起这个大悲心，然后你也许这个转入到这个地狱里面的时候，地狱里面就是转这个就是对这个自己的这个朋友呢就是开始升起那个悲心，就是很有可能呢就是以这个心的力量呢就是获得这个解脱的，所以我们这个现在呢一方面就是大家都说不要这个失去信心，有些这个确实的以前在家的时候杀过很多众生啊，或者是造了一些这个恶业的，有些人的话呢现在都大致说完，就绝对是自己的是无可，就真是没有这个解脱了，就是对这个解脱极为遥远，就是有这样的想法，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这个行持这个善法呢就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啊，这个不一定，这个如果心慈善法好好忏悔的话，不一定这个堕恶趣，如果堕恶趣的话呢，也是很快的时间当中获得这个解脱，就这就是这个善法和护法的这个威力。所以大家对这些问题呢，作为我们这个文思修行的人来讲，是也应该懂到这些道理，就是懂道理呢，道理上是懂是很重要的，不然那个像其他的这个在家人一样的，别人说什么更在哪里，就是然后有没有这个经典和教证的这个道理的话呢，什么都是不懂的，这样的话呢，我像是这个带在这里也是多大的这个意义的，可能没有了啊，就没有很大的这个意义呢。大家在应该从这个教理上这个动到，就是在自己的心的相续当中，真正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见解，就是这是非常重要。旁生这个下面呢就是旁生的这个寿命呢就是短暂的，没有固定的，最长的呢就是可以达到这个一个总结的，就像是这个龙宫里面的八大龙王啊，就是他们的话呢，他们的这个寿命呢当然是这个八大就是这个有这个一个总结的，就是最长的呢也有这样的，最短的呢当然这个一瞬间的，有些众生尤其是夏天我们的有些这个在草地上的有些虫啊，或者是有些这个众生的话呢，就是他一瞬间就是就降生，就是一瞬间呢就死了，就是也有这样的，所以这个旁生的这个寿命呢就是不一定的。而归一日相当于是人间的一个月，而归呢就是一日相当于是我们人间的这个一个月，那么这样的话呢，那有些这个佛经当中是这样的，比如说那个而归呢就是我们这个前十五天呢就是他们的这个白天的这种夜干，就是干眷觉，然后这个下就是就也可以说是下旬吧，就是然后后面的这个十五天当中呢就是他就感觉是这个晚上，就是就我们的什么这个三十日呢就是他们有这么较长的时间，就是意思就是说就因此那个这个我们这个恶鬼的这种属名呢，就是我们大圆满千心当中都是没有这个数，就是没有数，大圆满信心修行里面说了没有呢？信心修行里面有没有恶鬼的属名呢？叔娘说了吗？有是吧？可以，你们还好，有没有？好像是不是？喇嘛这边就没有啊，没有这个大圣。说明看看，
这样的，所以那个恶鬼的这个相当于是人间的一个月，如此计算出来就是如此也是恶鬼中他这个，比如说12个月，那就是一年，就是这样这个计算出来的话呢，自己就是寿命呢就是到这个500年，就是到500年，但这也是最长的角度来讲的。有些恶鬼的话呢，当然这个他寿命是很短的，就是也会有这样的。寒地狱的数量，摩羯过就是他摩羯陀国，摩羯有这个其他的写法，就是摩羯罗国，就是有些书里面说是摩羯罗国也是有80颗芝麻，容器当中生满芝麻，就是每100年呢就是取出一芝麻啊，就取出一粒，直到取尽的时间为是聚宝地狱的这个数量。然而这个报生地狱当其他的这个地狱的数量也是这个20倍地长啊，就是20倍地增，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个比如说这个聚宝地狱和报生地狱之间呢，就是有20倍的差别。然后这个其他的地狱呢，就是也是这个如是这样，有中间有20倍。就是所以这样的话呢，那么这个所有的这个地狱的这种痛苦啊，就是我们这个囊地狱、旱地狱的数量的这个痛苦呢，就是自己也是好好的这个思维，就是好好的思维以后呢，就是尽量将来呢，就是不钻入这样的地狱，就是现在就是好好的这个心慈善法。下面就是将这个旁述这个除开白居露之外，其余均有终死亡，就是意思就是说，那么这些众生当中，就是有哪些这个死亡呢？除了白居露住的众生的数量是固定的以外，其他众生的均是有非死死亡。白居露住的众生呢，就是他有特殊的这个业力啊，就是他有特殊的业力。这样的话呢，他这个活的这个1000年也是固定的。那么这个1000年过了以后的话呢，就是全部会死的，就是。这也是固定的，死完了以后呢，就是他不会转到这个别的地方，全部呢就是转到这个天界当中去的，就是这也是固定的。因此呢，除了这个白居露住的这些众生以外呢，其他众生都是有废死死亡，就是本来是活100年的，就是中间这个突然遇到一些这个废死的死亡，这些现象是这个其他的所有的众生都有废死，包括天人在内都有这个废死的死亡。此处是指一般的这个数量而言的，那么这里呢就是这个一般，就是我们这个普通就是普通的这个众生的这个宿命而言的，那么。下面就是将支持那个数衡量的那个众生的寿命啊，众生的这个身体的量啊，因为俱舍论当中把这些这个七世界和有情世界的这个身体啊、宿命啊、生命啊、灵魂啊等等，就是这些都是叙述的比较详细。下面就是将这个别所次二娘，分为这个略所和广所，就是首先是略所，就是下面呢要我们这个衡量这些吧，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衡量这个外面的这个七世界的话呢，用什么来量啊？就是我们用那个，比如说那个用布的话呢，就是用这个尺寸来量，然后是这个用这个大米的话呢，就是用这个秤来这个量吧，就是用这个用这些来过秤，就是用量，所以这个有很多的这个用量这个单位，就是那么这个俱舍论当中的话呢，也实际上是要衡量这些，比如说众生的身体啊，众生的寿命啊，寿命是用时间来衡量，然后众生的身体呢，就是用这个现在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尺寸啊，就是米啊，用这些来这个衡量，就是所以下面呢就是要就是详细就是讲这些问题。那么还有很多，比如说我们这个心里面所证悟的这个法界啊，所心里面所证悟的这些意义是用什么来衡量呢？这些是用文字来这个衡量的，就是所以呢有些是这个数量和能量，能量的话呢，就是它下面讲的是满分钟波切的课堂当中就讲这个能量，就是能量为什么这样能量呢？因为能量的这个用这个尺寸也好，或者是用这个文字也好，或者是用那个什么这个时间来这个衡量。你衡量这个什么呢？就是衡量就是这个外面的这个众生的寿命啊，众生这个心里面的这个分别念呐、啊，或者是众生的这个身体啊，都当当，就是这些是数衡量，就是能量和数量，就是这个大家应该分清楚。下面讲的这个就是能量啊，就是能量群首先是这个律所，就是律所呢，就是色名是即分别位，就是它下面这个色和名和事啊，就是时间，就是这个分别位，为即文字与刹那，就是比如说这个色这个衡量的时候呢，就是用这个为即来衡量，然后这个名字这个名词呢，就是它意思是名的这个意思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智慧啊，就当当这些呢，就是用文字来衡量，然后这个时间呢，就是用这个刹那等等，就是这些来这个衡量。
在叙述众生之处于生两时，以诸文行游行来这个说明，就是那么众生的生两，众生的住处，就是哦对，就是他们的这个生两和住处吧，就是他们的生两和住处呢，这些都是全部是用住，或者是这个现在的话呢，就是什么这个平方米啊、立方米啊，或者是用这个一般的这个公里啊，就是用这些来这个衡量吧，就是用这些来衡量，在将数量的时候，就是一念和界，就是来这个说明。这些是指的是什么呢？设法最小的，就设法当中是最小的呢，就是我们这个所谓的微即啊，就是微就即微啊，就即微的话呢，就是所有的这个设法当中呢，就是这是最小的，就是从佛教当中的话呢，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决策完四万步的时候呢，就是最小的这种这个粒子吧，就是我们这个一般这个现在的这个物理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是首先是什么这个原子、电子。以前我们学物理的时候都是没有什么夸克，就是现在说是这个是夸克，就是然后就是后来这个发现的吧。还有一些这个什么那个亚夸克什么，就是最近也是好像没有正式的这个就是就说明就是，但是还是有这些就是，所以呢，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外面的这些法呢，就要具足的时候呢，就是最少的这个最小的最小的呢，就是这个微即啊，就是即微，就是即微。即微是微尘当中是最小的，以及即微即聚而称为的这个，那么即微即聚这些微尘呢，就是称为这个文聚和游行，就是这是那个我们这个色法当中的这个衡量单位，就是衡量单位来算的。然后这个名词呢，就是最小的，就是文字，就是我们一般来说是这个句子，然后这个名词，然后呢就是文字，就是文字这个是可以说是让这个表示的语言当中的话呢，就是最小的就是这个文字了，这个表的就是嘎卡或者是A、B、C 啊，等等，就是这些 A、B、C 可不可以用文字？也可以这样说吧，就是这些都是用这个文字来，这个最小的就是文字来说的。那么这些文字呢，有文字呢，就是就结合成这个寄送，就是寄送。寄送的话呢，一般是那个，寄送的咱们的思绪来讲的话呢，就是它那个最长呢就是有32个字，最短呢就是有3个字，然后呢就是有4个诗句呢，就是就结成这个一个句子啊，就一个句子，4个句子就是变成一个句子，就是。如果是它字数相等的话，那就是它是这样的。然后这个寄送呢，就是慢慢就变成这个品，就是品呢，就是慢慢就变成这个论点，就是有这样的。时间当中最短的就是这个刹那，就是刹那，然后刹那呢就是积累成这个日月年界，就是这样来的。所以这个刹那和那个刚才那个前面讲的这个即微吧，就是这两个呢，我们这个一般这个优部宗的观点，就是按照居士论自己的观点的话呢，就是他们认为是这是一个不空的话，真正这个存在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柱子呢，就是慢慢聚子以后的话呢，最后呢就是变成一个最小最小的这个粒子，就是最小最小的一个东西，就是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是再不能这个抉择了。这个呢，就是实际上是诚实的，就是应该是实有的东西，就是他是这样认为的。这个是居士论第卢品当中就是讲的，这个居士论卢品里面呢，就是专门讲这个圣义谛和世俗谛，就是那么他们这个所谓的圣义谛的话呢，就是最后把这个万事万物抉择为最小的这个，这叫做是无妨为称，就是没办法再分了，就是这个呢就无妨为称。但是我们这个中观和唯识宗观点的时候，抉择的时候呢，就虽然有这样的这种这个。无妨为称，就是这个呢，我们明眼当中是应该是可以这个承认的。但是用生意量来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这样的这个无妨为称呢，就是也应该抉择为这个空性，就是抉择为空性。但这个问题上呢，就是到底这个无妄为称承不承认的观点呢，就是在藏传佛教的很多的这个观点呢，就是是他们之间的这个辩论是非常激烈的。总的来讲呢，就很多这个论史是这样这个认为的，就是这样可能说起来也好一点。一般从明眼量角度来衡量，就是用明眼量来衡量的话呢，那么最小的这个为称呢，就是应该这个承认，就是没有这个的话呢，就是比如说他要这个，我们不是。是从那个时间呢，就是最小的地方开始算嘛。最小的地方开始算的话呢，最小的一个微尘没有这个固定下来的话呢，那么这个从明眼当中来讲的话，现在我们的这个衡量单位呢，就是没有办法建立的，就是最小也是在明眼当中也是最小的，就是没有办法这个制定的话呢，就非常这个困难的，就是要建立明眼的时候就非常困难的。因此呢，一般来讲，这个明眼当中最小的一个微尘呢，就是应该是这个可以承认的。但是这个最小的微尘呢，如果用生一年来观察的时候呢，就马上就变成这个空性，就是马上就变成空性了。然后你这个最小的这个微尘呢，你如果用生一年来再继续观察的时候呢，就是它根本不会有经得起的这个
这个深入观察的一种这个生死的物体，就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还存在的话呢，那么就是万法就不空的，就是有这个过失了。因此我们在明眼当中呢，应该是有这个承认。所以擦迦班智达在《娘尼宝藏论》当中也是说了，就是这个时间呢，就是应该这个有这个存在的，就是但他的认为呢，就是无分为真不一定这个存在，无分为真自用可以六个方向呢，就是观察，就这样认为的。但一般来讲，大乘的很多论词呢，就是认为这个微尘观察的过程当中呢，明眼当中最小的这个微尘呢，就是应该可以存在，就是这样说吧。然后刚才这个时间也是这样的，时间的话呢，就是那么我们这个比如说这个时间呢，就是就这样这个句子，就是最后的话呢，就是一刹那，就是最细微的这个刹那呢，就是应该这个存在的。明眼当中呢，最细微的这个刹那是应该存在。如果最细微的刹那没有存在的话呢，那么就是最初的这个时间吧，就是我们最小的这个分，然后分秒，就是这一秒的这个时间呢，就是我们在明眼当中是分别念再不能这个分析的，分别念再不能分析的最小的这个我们这个比如说一秒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时间来讲的话呢，因为人呢就是在一秒的话呢，就是他就认为是这是最短的这个时间吧，就实际上是你这个一秒的话呢还可以这个分的，还可以分的。但是我们在明眼当中的话呢，你把这个一秒呢就是这个所有这个现在的时间概念当中是最这个短的一个时间单位，就是用这样来衡量，就是这是明眼当中应该可以。但是用这样的一秒呢，用这个深一年来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也是马上会这个变成空的，就是马上变成空的。如果我们明眼当中的话呢，最小的这个刹那也是不存在的，最小的微尘也不存在的话呢，那么这个明眼的这种这个单位呢，就是根本不可能这个建立，就是无从建立的基础，就是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呢，应该注意，就是但是那个刹那的话呢，就是这个摩婆罗摩揭之智入门当中呢，就是他是这个这样讲的，就是说是那个就时间呢，就是最短的呢，就是这个刹那，就是那么这个刹那的话呢，什么样这个刹那呢？比如说我们这个65丈那个拈花叶，就是拈花的这个花瓣，拈花的这个花瓣就是65丈呢，就是用这个针来就是穿破，用这个针来这个穿破65丈这个花瓣的时候呢，就是实际上是很快的时间当中你就扎完，就是那么这个其中呢，就是他那个扎那个拈花的拈花瓣的时候呢，就是中间就是可以用这个65丈。就是65丈的话呢，每一丈的这个呢，就是算是这个一刹那，就是它是这样来分的。我看那个居士论姿势当中呢，就是说是这个对法藏的话呢，就是对这个时间的最小呢，就是用这个一半的一个师傅呢，就是他就弹指的时候呢，就是有这个65个刹那，就是那么65个刹那呢，就是这是这个其中的一个刹那呢，就是最短的这个时间单位，就是你们也看那个姿势当中是这样讲的，就是这个姿势里面呢，就讲的就是意思就是说是我们这个不管是你这个弹指也好，或者是那个用什么那个其他的东西呢，就是这个炸吧，就是炸这个拈花的话，实际上是这是这个最短的，就是所谓的这个刹那呢，就是这样这个分析的。但是这也是这个佛陀呢，就是可以说是佛陀或者是佛经当中呢，就是只不过是对这个有些个别众生的这个分别念来讲的话呢，这个是最少的这个最短的时间而言的。实际上是你这个还可以分析，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这个以弹指吧，以弹指的时候呢，就是它这个就是也可以说是这个中指呢，就是从那个这个拇指最后的是到达那个。达到这个下面的时候，这个距离呢，就是弹指的这个时间，就是弹指的时间。如果你那个这个再详细分的话呢，实际上是这个拇指呢，就是不一定是有这个65个这个刹那，65个微尘，就是实际上这个拇指呢，就如果我们详细分的话呢，就是它有可能几千几百个微尘，就是微尘组成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弹指的时候呢，就是这些微尘就是一一的经过没有，就是次第应该是次第的经过，不可能是同时经过。同时经过的话不可能的。那么我们这个字母的话呢，如果是它是65个微尘这个组成的话呢，那么就是你一弹指的时候呢，就是65个刹那呢，就是说得清楚，就是但是呢实际上是它根本不了解65个，就是它有这个几千几万个那个很小的这个微尘呢，就是是组成的。那么很小的微尘组成的时候呢，你每一个微尘这个经过的这个时间呢，就是还是可以分的，就是所以说现在这个居士论呢，就是对大多数的众生来讲，是我们这个现在分别念呢，就是就只能这个细到这一点，就是我们这个细里面呢，就只能抓住这一点。但是如果用这个佛的智慧啊，或者是用这个菩萨的智慧再详细分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他这个最少的这个刹那呢，就是还可以这个分下去，就是所以从实践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贪执呢，一般来讲这个摩诃摩揭之智入门当中也是这样讲的，这个还有那个无垢光尊者
湖光村在这个如意宝洲那边呢，也有这个这样来这个降的，但是这个呢，就是可以这个从时间方面的话呢，这个摊子呢就是六十五个刹那呢，就是实际上是不了，就实际上是还可以这个分，就是还可以这样分的话呢，那么每一个位层吧，就是每一个位层的话呢，实际上是最细微的位层，比如说是我们这个字母呢，就是有这个一百个位层，那么一百个位层当中的其中一个位层呢，就是它有没有这个上面和这个下面，就是如果有上面下面的话呢，其实这个上面的这个经过的这个时间和这个下面的这个经过的时间和中间的经过时间呢，不能成为是这个一个，就是不能成为是同时。如果这样的话呢，一百个微层当中的其中的一个微层呢，你还可以这个分三个时间，就是分三个时间。这样下来的话呢，最后呢就是我们就是分别呢没办法分的，就是最后都就是诸法呢，就是在从神意当中来观察的时候，慢慢就是全部都变成这个空性，就是因此这个时间的这种刹那呢，就是只不过是居士论他本论的知识当中呢，也是用弹指间来这个分的，就是这样分也是暂时对有些众生来讲是应该是可以的，因为我们众生的这个分别呢，现在这个时间上定的就是什么这个一小时就是有三十六十分，然后一分呢就是有六十秒，就是那么这也是只不过是对有一些众生，像我们这样这个愚笨的人，这个心思比较粗略的人，这些勉强呢就是将这个秒是这个最短的这个时间单位来衡量的。实际上是你这个一秒的话呢，就是那么一秒呢就是有，比如说一百个字呢，就是放在这个这里，一百个字放在这里呢，就是用我们一个小小的阵呢，就是这一秒当中把它这个串出去，肯定可以串的。那么串的话呢，就是每一张字呢，就是它有上面这个下面的这种这个时间，上面的这种距位层，就是那么上面的这个位层串的时候呢，就是它并没有破这个下面的这个位置。如果这样来分的话呢，我们这个一秒呢就是可以分这个一百个，就是然后一百个当中的其中的一个时间呢也可以再继续分下去。这样的话呢，佛法的有些这个智慧呢就是也应该就是这样这个分的话应该可以，而且还有这个微称的话呢，微称这个分析的方法，神意当中微称分析的方法呢，我们中观四百论当中的这个推理呢就是非常这个尖锐，就是很尖锐。无光尊者在如意宝藏论当中呢也有很这个尖锐的这种推理方法，所以这样的这种推理呢就是相当有必要的。当然这个最细微呢就是从这个刹那，所以我们在明眼当中吧，就是中的来讲，明眼当中还是要承认一个部分这个微尘，就是就是再不能分下去的一个微尘还是要承认。然后这个明眼当中呢还是要承认这个最短的这个刹那，就是最短的这个刹那呢就是我们这个承认。所以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实践人也是认为这个一秒，就是一秒是这个最短的一个时间单位，就是但我们在实践当中，就是如果操作的话呢，就是还是这个妙和分来就是应用的话可以，就是就只有这样，就一分钟一秒钟就这样。我们这个平时做任何一件事情的话呢，就是用这个微层就可以了，就是不用再详细的分下去了，就是明眼当中做什么事情，就是这样有微层以上的这个微层以上的东西的话呢，就是我们就够用了，就是已经用了。无分微层的话呢，现在我们用也用不上什么，就是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就是但是如果你从这个声音来观察的时候呢，无分微层存在的话呢，这个小乘的说法是说不过去的啊，就说不过去的。然后你实践也是认为是啊，这个最后的一刹那最短的是一刹那，这样的话呢，这个也是说不过去的。用生意娘来观察的时候，最后所谓的这个时间也是人们的这个想象假立的，就是真正的这个时间呢，就是根本不存在的。因此，我们在这个世俗当中的现在的这个人们的所有的分别念，所有的这个迷眼。就次句全部是这个假的，就是为什么叫世俗呢？世俗就是这个假象的意思。在生意当中的话呢，就是完全一切万法就是你一切细微空性，就是这个原因。下面就是光速吧，就是光速分二，就是金色质量和那个事件的量，就是分两个方面，就是首先是那个就是金色的量，就是从这个刚才这个微称呢，就是那么这个这样这个建立，就是它的这个单位就是这样讲的，即为微称，铁称呢就是铁水称，土卯阳卯相日称，然后那个即是顷刻，就心理学的是顷刻，与至节和合交前七倍啊，就是增七倍。在前面的最少的呢，就是我们这个佛教当中呢最少的就是这个即为，然后即为的这个七倍呢，就是就变成这个微尘，微尘的七倍呢就是铁尘，铁尘的七倍呢就是这个碎尘，就是它是这样来这个算的，就是然后这个十二至节为一组，四组乃为一供量，就是那么这个十二至节呢就是一组，这个四组呢就是一供啊，就是四组是一供，然后这个五百供呢就是一文具，一文
据呢，就是叫做是那个就阿难若，就阿难若也可以说，或者是这个金楚啊，就是金楚，就是八文举成一有形，就是八文举呢，就是一个有形，就是所以这个呢，这个佛教的这个观点呢，么彭仁波其实叫这是王刘当当，你这罗马西藏，那个窥君里面也是把这些，就是其实我们这个有点像那个么彭仁波记的《智者如梦》和他的那个前面的窥君，就是窥君也是个宋词，就是那个像翻译这个背下来的话呢，就是所有的把这些概念呢，就是都那个背得很清楚的，就是。就是它是这个最小的四方呢，就是极为形成的，然后这个文举当等，那么怎么样就对如何有最小的四方极为形成文举当呢？就首先是那个极为围城，然后这个铁城啊，就是铁城的话呢，我们所谓的这个铁屑吧，就是铁屑非常小的那个，然后这个碎城也是碎分子最小的这个碎分子，然后这个土卯城呢，就是它那个就是。就山土的这个帽的这个围城就是这样讲的，然后羊毛城和象毛城，有些书里面说是牛毛城，就是但是这个牛毛城还是象毛城，看字释里面怎么写的，然后这个日光城，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一般严谨能看见的这个围城呢，从这个有些说是羊毛城，就是从那个地方呢就是开始的，有些说是从这个象毛城，就是象毛城开始，就是这以上的这个，比如说刚才这个。基围啊，铁屑啊，什么这个铁城啊，碎城啊，土毛城啊，就是这些的根本我们眼睛就是看不见的，就是可能现在的一些放大镜啊，就是这些来看的话呢，有时候是放大镜放在那个蚂蚁的这个上面的时候的，好像是扇那样，就是牦牛那样特别特别大，就是如果这样来看的时候呢，就是应该把这些这个围城很细微的，我们根本不看不见的，有些书上的这个一些这个细菌呢，就是这样的用这个其他的这个仪器呢，就是可以看得见，就是但是我们一般的肉眼呢，就是只有这个日光城，就是。和这个相貌称这些就开始能看得见了，然后这个祭祀就是那个狮子的这个鸡蛋，狮子的四蛋，然后那个狮子消灭，但实际上呢那个有些这个地方呢就也是不相通的，就是原来的书我都专门看过，但有些地方那个比较庄稼就成熟比较好一点的这些地方的青稞和消灭呢特别大，就是那么是这个是中等来这个降的，就是有些那个比如说树干子啊，就是这树干旱的地方的那个青稞消灭的话呢就是很小，就是那么这些呢就是全部就是对在全部就是放在一起的时候的这个七个呢就是是这个一个直接的这种这个他们之间呢就是有这个有七个的这个倍数，就是向上移七倍这点，就是七向上就向上上面的这个这些呢就是每一个都是有这个七倍，就是向这个增上，就是有这个增那个七倍啊，就是增那个七倍，每一个之间呢就是有七倍这个向增。然后二十四支呢，就是24支节为这个一柱啊，就是一柱的话呢，就是24支节。然后这个四柱呢，就是为一拱，一拱是那个一拱。一般来说，大家都知道这个一般来说，这个身体的这个大小也有点差别。但是《藏汉大辞典》里面说是一拱呢，就是5尺啊，就是一拱是5尺，就是《藏汉大辞典》。《藏汉大辞典》是很多那个大智者这个编的，就是应该是可能是有一些依据的，就是从现在的我们的这个量来这个衡量的话呢，就是用一拱是这个5尺，用5尺来这个衡量的时候呢，500拱呢就是为这个一有旬啊，一文举啊，就是500拱为一文举。然后这个原理称取一文举处是这个阿难若，就是以前那个很多毗卢遗经当中呢，就是说是这个阿难若吧，就阿难若呢，就是实际上是你这个称实呢，就是你称实是一文举。一文举的地方呢，就是叫做是这个近处，但现在呢，好像大城市这个一文举的地方呢，一点都是不激进，就是特别特别嘈杂。就是一文举的话呢，你看这个500拱，就是500拱呢，就是还是500尺，5000尺是吧？5×5=20，我觉得2500尺的话呢，多少呢？800多米啊，800米，那还没有1公里，对，800多米，
这样的话，然后巴文举称为这个义友信，就是巴文举称为义友信。但这个呢，很多智者的说法都有不同，就是他那个文举呢，有些时候是指这个，就巴文举呢，就是义友信吧，就是义友信。这样算来的话呢，有些人说是义友信是这个现在的这个六公里，有些时候是七公里，也有说这个八公里的。你现在，藏传佛教的有些智者呢，就是说的也比较多一点。但是刚才如果按照《藏汉大字典》里面说的话呢，一共是5为5尺。然后呢，就是，这个一文举的话呢，就是刚才是2500尺，这样的话是8公里，是不是6点多公？6点多公里？多少？对，6公里多一点，我估计好像这样的。所以这个右旬呢，就是大概是6公里多。按照《藏汉大字典》呢，就是应该算是比较这个，可靠的，但其他的我看没有看其他的一些，这个书里面就是也有一个1000多瓦西热瓦根顿群菩萨，他们也是这个问题呢，就是也研究过，但是呢，我想应该这个按照我们这个藏汉字，我们现在翻译的很多都是根据藏汉大字典，藏汉大字典呢，现在那个还是这个非常这个可靠的一部书，就是所以说，如果这样的话呢，就是一游信是这个6公里多一点，就是6公里多一点，那今天就讲到这里吧。Om Mara Bhazanati.